今天空气很好哎，好热，超热的。嗨嗨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我没有完全认真开场哎。嗨。是上次那个台东的 Amber， 然后有一位 Fish 去倒垃圾，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一间叫紫玉仙草，我们等超久，所以来这边如果你要吃就是要等很久，就是大概是这样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如果要其他景点再录给大家，我们会随心录。哇！春天哎，我就想给你个大大拥抱。春天说是很靠谱。哎，这间没有照片哎，这间网络上怎样是怎样？厕所。哇！春天说是很靠谱。来来，冲一下厕所。哎，是亮的，厕所是亮的。这个镜子，我很喜欢。那就是阳台。OK， 这就是我们的房间。我们现在来吃晚餐，吃川味烧烤。现在很暗，它没有电灯，我们就进去吧。要干嘛？耶！几杯打？你在跟我夜吗？好热，朋友好热。太热了。来，防晒要做好。想回家？对，我跟你说，来几杯打，大概你早上如果坐最早的出发，然后你可以选一点就回来，就是你选2点到3点，就是都很热，而且没有办法玩那么久。而且这里太小了。对，这间打好小哦。这间岛，这座岛，这座岛，这样子对。哎，啊，你们来这里如果要玩水的话，你们可以先上网找那个套票。对，因为这次我们就是说，那个 Fish 有找那个玩水的那个套票，就会比较便宜很多。因为你现场来买的话，会一样买会贵蛮多的。对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先做好功课再来。好，大家拜拜。
我们现在到已经不知道第几站了，已经最后一天，不知道倒数第几站。然后我们现在在金鱼洞的路上，非常热，从他们两个看就看得出来，两位晒伤的患者。OK， 真的很热。很壮观欸，好漂亮哦！嗨，嗨大家，我们现在就是正在用推车，然后要把我们的东西都带回去，要运过去。你看，五大箱哦。这里还有两袋，然后杨翠就是很辛苦的，他在换钱包，他在换他的包包，换成这个大的。然后我们现在正在机场，我们坐8点的飞机，那我们就下飞机再见咯。 OK， 我现在现在到澎湖机场里面，然后里面很漂亮，就是各种免税商店啊，而且里面的装潢也都很漂亮啊。我就问啊，高雄是什么鬼？不懂，高雄完全没有机场感觉，高雄像什么搭客运还是火车站的那种。澎湖有一个缺点，它的烟酒要20岁才可以买，所以你们如果要买烟酒的话，可能要在高雄买，但高雄我们找不到免税店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哪里买，所以就是20岁再买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飞回去了。OK， 那我们就拜拜啦。